时阵，是时阵，是时阵，是时阵，阮就是快乐的少年人。好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翻嚟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号第廿四集，四哥话紧呢个，我四哥，我系峰仔。OK， 嗱，峰仔，我哋上次咧，四哥喺呢度咧就即系正式同大家吹鸡啦，就话即系因为同阿鳄鱼嗰边咧，亦都倾过，同呢个老细倾过咧，就话即系嗰啲咁嘅交收嘅情况，点又要有一个内部协调嘅。咁嗱，而家咧就正式咧咁啊喺呢度讲，我即系今年呢个团咧，我哋要搞嘅。咁喺呢個暫定咧，就三四月之交，即係過完年咧，咁樣呢個要開始收人啦。咁樣正確日期咧，咁樣即係而家我吹出嚟咧話，基本上我喺個群組裏邊嘅反應咧就OK 相當好，就估計咧成團嘅機會咧就90%以上嘅。咁呢度嗰個位啊，名額有幾多咧？就暫時嚟講名額就真係唔係好多，因為我自己私下有啲朋友啊咁樣嗰啲，一聽到嘅話咧，就紛紛私信俾我話要點點點密密密咁樣。我大佬咁，我啱啱同阿鵝魚哥睇呢度有幾多人報，如果報嘅話咧，我就要求嗰邊咧就開大啲嘅額咁去做。咁基本上而家個行程咧就係喺香港，我哋會經呢個深圳搭。動車啊，就即係嗰啲叫佢哋話高鐵叫動車啦，即係高速啲嘅鐵路啦。咁快速列車就去呢個廈門北，咁大概行程咧4个钟头，然之後廈門北係轉去廈門五通碼頭，再搭船過去嘅。咁去到金門嗰邊有招呼，咁樣咧，基本呢個行程咧大概係五個鐘到樣，就你計埋集合啊、開車嘅時間啦，大概5至6个钟啦。咁樣來回都要咁樣去行，就唔使搭飛機嘅個金門就。咁有啲人話：喂，我唔去匪區嘅，咁樣點咧？嗱，得亦都真係冇所謂。咁樣啦，嗱就好老實講，我哋就唯有就即係話喺你哋自己買機票去台灣，喺全台灣咧高雄、台北比較多啲，台北嘅松山機場嚇，唔係桃園機場啊，就有機咧就去金門嘅，有飛落陸飛機去金門嘅，來回機票費咧大概係4000蚊台币到約一張。高雄咁上下啦，都機都幾多嘅，每日咧都有成10几班機嘅，即係南北咁樣咧，每個鐘頭咧有對開一班。咁樣都幾方便下嘅，但係有一個要慎防一樣嘢。三四月嗰陣時咧，因為台北嗰邊咧就大霧啊，金門嗰邊咧好大霧嘅，就有陣時會影響航班嘅升降。呢樣嘢你就要特別要小心，為咗呢樣嘢就大家要。但係你話搭飛機喺台灣，唔經大陸度走，喺台灣嗰度行嘅，咁你事先要同我講，之後另外一條隊報名嗰個收費嗰個情況咧。咁啊，暫時而家暫定咧就我希望真係做到4000蚊正負350啦，即係多數係正啊，冇負嘅屌。即係你遇到即係比較上希望做到呢個價啦，就4日3夜咁樣嘅。好啦，咁金門有咩好玩？大家睇一睇條片先，你跟到四海哥就梗係多嘢好玩啦。嗱，而家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慢慢去介紹下金門有啲咩嘢。嗱，金門喺邊個位置？你知唔知啊？佢喺正廈門對正中間，即係望過對面就係噶啦嘛。OK， 嗱，金門有咩好玩就睇咗先，我哋先再講下金門個地理同埋歷史俾大家聽。好，去片。
睇住咁多先，因為會陸續有嚟，即係喺成團之前咧，我不斷去flow 一啲咁嘅金門嘅資料啊、信息俾大家嘅。嗱，金門咧開就以前咧個名咧就開發嗰陣時咧，就應該係晉代嗰陣時已經開發㗎啦。咁樣比較上出名嘅，其實去到明代，朱元璋啊派去嗰個周德興就駐守去開發金門嘅金門衛。就咁樣嚟嘅，朱元璋特別金門個名點樣嚟嘅？以前叫吳縣，三點上一個吳，就所以係出咗嚟嘅。咁小金門咧，金門隔離嗰個叫小金門，嗰個叫列嶼。列嶼咁金門有幾大呢？就大概好似香港島咁樣，即係港島咁樣。真係唔係大喎？唔係好大嘅啫，但係金門喺近代歷史上面非常非常重要嘅，因為海峽兩岸嘅前線咧，國父去到台灣嘅時候，有時先見到啦，有個叫八二三戰史館，就係因為八二三古寧頭之役，就令到台灣能夠。八二三咁唔炮戰 ，sorry， 唔係古寧頭，古寧頭係十月嘅，十月嗰陣時，八二三係1958年八二三炮戰，就即係去即係平頂白能最勁嗰陣時，金門咧係最初嗰陣時，我哋去到台灣嗰陣時咧，金門都有戒嚴區，金門行嘅錢咧，佢特登係金門專用嘅，唔可以台灣本島用嘅，驚你破壞經濟。最勁嗰陣時，台灣咧國軍喺嗰度駐守啊，11萬。十一萬駐軍，同埋大家睇到前時應該戰史館啊嗰啲，其實金門咧佢裏邊啲花崗石咧挖空曬嘅。全部山東嚟嘅，咁而家啲山東嘅花崗石醫院好出名噶，金門嗰個花崗石醫院我嗰陣時睇過，但係而家花崗石醫院就冇咗啦，因為軍方撤出咗啦，佢反而交咗咩呢？交俾酒廠，我哋坑道啊，我哋製酒啊，結果牛酒咧最靚嘅酒，所以金門而家啲酒好 Q 正嘅，淨係金門酒廠個 GDP 係已經養活咗金門成個縣嘅人，包括每人仲有錢牌，所以其實嗱好多人話，我中意繁華鬧市啊，台灣啊，但係。我告訴你啊，精仔咧，你設籍喺金門，著數又攞盡去，你喺台灣生活都得噶嘛，昂居，又好多人就諗唔通呢樣嘢，即係你知道金門有户籍嘅，你全台灣行得通啦，即係都有中華民國國民啦，係咪咁講先？台盤金馬你都係，即係佢叫做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幾福利幾好。咁金門個名咧，因為朱元璋曾經講到咧，佢就咧固若金湯，鎮守海門。點解咁樣嚟咧？因為你睇金門個地理位置，頭先阿風仔問過，俾張圖片我哋大家睇下。嗱呢、這個台灣，嗱金門就喺嗰度，嗱、那個粉紅色嗰、那個，紅色嗰個金門，細啲嗰個就小金門，好似個啞鈴咁樣啊，係咪啊 ？OK， 第二張圖片，嗱呢、這個就金門啦，對面就廈門啦，啊對正啦，我哋話喺非常近。嗱，廈門過去金門嗰度咧，就經過小金門過去嘅話咧，嗱零零舍舍東北西北嗰個位凹咗個位咧，就嗰、是、個叫水頭碼頭。我哋就喺嗰度嗰個位嗰、那個位落嗱落船嘅，咁樣咧就嗰個位置就咁樣搭船咁樣過去咧，就大概搭半個鐘頭就到啦。嗯哼，就非常近啦嚇，翻嚟廠先。俾我印象就係咧，鄧麗君嗰陣時用嗰啲音波炮咧射向呢個廈門。有嘅，我有張老介紹到嗰個大喇叭，好 Q 大嘅。咁啊，聽講個喇叭唔知整好未，我上次去都未整好。啊！咁金門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好大風嘅，好大風啊，風師爺啊嘛，所以有個叫個風師爺特登整個鎮住風，等佢唔好咁大風。同埋金門係全台灣中華民國管轄地區最冷嘅地方，因為佢似大陸氣候，唔係台灣咁有海洋氣候咁樣保護住，所以大陸啲寒流咧未必到。咁人丁咧金門嘅特色咧，因為土地好貧瘠嘅，佢又叫紅土。就種唔到米咁滯嘅，真係唔夠肥啊！但係佢反而咩種咩咧？種唔到米咪種高糧咯。係種高糧同大麥兩樣嘢，一農作物。呢比較上粗生啲嘅。係比較上粗生啲嘅，因為佢唔夠水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因為誤打誤撞，大麥同高糧正好製造高糧酒烈酒嘅一種嘅材料。做咗 signature brand 啦。係啦，所以咧佢就真係非常好出名嘅。金高粱啦，即係你成日掛喺口邊啊，咁啊真係真係想試下㗎。金高粱啦，要飲要一定要，即係我會介紹到，一定要飲高度數嘅。你唔係好烈啦，50幾度飲唔到啊，低度數都唔過癮。我喺參觀酒莊嗰時，我飲過70幾度，啱啱釀製出嚟啲原漿，哇飲落去，唉好順喉，但係好易温，即係70幾度。但係點得著？金門高粱要點樣飲？將來我會慢慢講，即係要點樣識飲咧？你一啲都唔難飲，係而且係非常好飲。但係而家好衰啊，因為金門高粱咧銷量大啊，全國啊包括中國大陸都好聞名，搞到而家金門高粱好多係廈門高粱，唔係金門高粱，就廈門啲酒。但係咧，因為喺台灣賣，佢就唔敢整好多假酒，因為啲台灣飲金門高粱，金門人飲金門酒嘅叻過你咧，飲妖你只有抌唔靚嘅，唔係我哋金門出嘅，飲到你呃佢唔到嘅。咁由於金門咧，我製造好多金門高粱。嗯，温高粱我曾經講啦，佢啲谷物啊、高粱啊咁樣去酒糟啊咁樣，因為佢啲剩餘物資好多嘅。係，咁我嚟點處理咧？嗱，我成日都話，其實喺台灣咧，生商機就處處，只要你有冇呢個咩，即係商業嘅頭腦，咁樣度到出嚟去諗。嗱，大家又睇下條片，嗰啲飼料我嚟做乜嘢好咧嚇？第二條片。
吃起来还蛮新鲜的，像就当天现宰的这样子，然后汤蛮鲜甜的。先做接受隔离28天，那然后再做抽血检验之后呢，那都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屠宰。那屠宰完运送到台湾，我们是当天屠宰，当天运送。以前在销售到台北的台湾的话呢，我们一年大概是最多是销1000多头，1100多头。但是在今年的话，我们才销400多头，因为我们隔离检验的时间呢比较长。嗱，大家睇到啦，嗱，中意食牛肉嗰啲啊，又话咩日本和牛咁样嗱，四哥冇介绍话，即系冇介绍，我话俾你听。金門牛咧就頂呱呱嘅，尤其是啲走租牛就絕對不遜於肥牛。你知唔知點解啊，風姐？我唔知喎，其實。嗱，其實啲人以前咧，即係釀酒嗰啲人啊，中國釀米酒嗰啲人咧，佢一定同一個行業咧掛鈎嘅，養豬。因為啲豬咧就食雜食啊嘛，佢釀完酒啊，嗰啲米咧，嗰啲走租咧，你有冇食過啊？走租？走租食過一次。唔係甜甜地嘅，係啊，啲豬好中意食嘅。係㗎。但係一食得多咧，會點啊？暈啊嘛，暈咪好咯，暈咗，一日瞓低咗，咪長肥肉咯。即係以前咧，即係啲豬咧，整個夠斤兩好賣啊嘛，價錢。所以啲即係豬農咧，一定要同，哎，你釀酒啊，大佬，你啲酒糟發暈，點都係抌噶啦，俾我，益我，益我，即係有溝落嗰啲雜食嗰度咧，豬，哇，好啊，好甜，係咁嚼嚼嚼完就瞓。嗱，牛就一樣，揾啲佢揾啲谷物啊，大豆啊，大麥啊，啲牛啊好中意食噶嘛。咁食完之後，咪只只牛咪養到肥屍大隻，同埋又汪汪地啊，唔想搞做其他嘢。咁啲肉咪自然即係肥油油花咪靚咯啲位嗱。咁啊金門牛咧就佢冇日本嗰只咩叫和牛，佢要揾人手按摩。但係咧佢又衰在咧佢又帶銀身嘅，金門牛佢啲牛種嘅問題。但係呢方面咧仲慢慢喺度改嘅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金門嘅農業發展咧，如果你有腦筋嘅話咧，我始終覺得唔係話唔可能去搞嘅，同埋另外一樣嘢好一個奇趣話俾大家聽，金門呢個地方大家知道大陸邊有個沿海城市最近德國啊，最似德國殖民地啊，青島。冇錯啦，德國人咧就好最初本來唔係發展青島嘅，知唔知啊？德國人最初嚟嗰陣時咧係睇中咗金門嘅，我喺金門做探測，我睇一睇睇。哇 check 咗成年都話唔掂呢個地方發展唔到。德國佬你知好嚴謹噶嘛？當然啦。但係即刻話再往北去揾，結果揾到青島。本來德國佬係揾金門，本來揾金門，金門就話幾正幾正。同埋金門另外一個歷史名勝係咩咧？喺明末嗰陣時抗清嗰陣時咧，好多明好似阿福王啊喺南京俾人鋸咗啦，唐王朱玉劍啊喺吳三桂揾把弓啊勒死咗佢啦，去到緬甸嗰、那個。咁另外咧就有一個朱二海。唐呢個老王朱二海，零零舍喺金門，一生大陸都冇去扶，清朝都冇去扶，係好奇怪喎！金門呢個地方嗱，老蔣去到去過台灣守住金門，毛澤東都冇去扶，又係好得意喎！金門呢個地方嗱，所以話固若金湯鎮守海門呢、這個係傳統嚟嘅，好過癮嘅。即係零零舍話你冇理由啊咁近，點解打唔？有好多複雜嘅政治因素。好像當年鄭成功守住金門嗰陣時候，因為背後有啲所謂嘅外國勢力，日本，同埋荷蘭嘅勢力喺後邊咁啊頂住鄭成功。清朝咧清廷嗰陣時候，因為水師又唔係好得，就冇辦法去頂到先。清朝水師嗰陣時得耿介茂一個，仲可以頂住佢啫嘛，因為佢水師出身噶嘛。咁樣嗱，所以咧耿介茂係其實就係袁崇煥殺啊毛文龍嘅部將。就係耿繼茂同埋常可喜啦，所以袁崇煥啲人同我拗，袁崇煥就冤死袁崇煥死得應該嘅，將來有機會先同細哥先同你講呢啲咩歷史，因為淨係呢樣嘢啊，幫清兵建立咗個水師啊，呢樣嘢袁崇煥間接咧係有功於皇太極啊，大佬呢條罪先死得啦，大佬真係你明朝個海軍好勁噶，火炮好勁，當然啦，明朝如日中天啊嗰陣時係啦，嗱即係嗱我哋慢慢咁樣介紹，當然金門唔係淨係我頭先嗰條。片咁樣咁少，仲係好多，好似風姐自己問，喂，嗰個武王再舉個牌俾你嗱，嗰個喺太武山，我哋有機會慢慢會同大家講，要去太武山咧，唔好意思，大家一定要靠雙腳去行上去行45分鐘，冇車搭上去嘅，冇得懶嘅，只有一個人咧唔使行咧就長公，但係長公聽講係後生嗰時候都係行嘅，
喺度行嘅。當時金門首相胡連將軍咧，其實首先喺個舉光樓嗰度睇到啦。嗯，嗰佢曾經係嗰個指揮部嚟嘅。當時共產黨咪單日發炮啊，雙日發炮，就以舉光樓為中心，舉光樓以北以南幾多里幾多里個炮點就即係嗰個坐標位嚟，攞個做指標，係嗰個指標嚟嘅，就嗰個舉光樓就係咁出名啦。哦，同埋咧，金門好多挖空曬嘅山窿啊，大家去講到啦，慢慢會逐步逐步咁去講。哇，金門咁細，但係好多嘢講，好多嘢講，同埋啲戰士迷，大家睇到啦，周圍都有坦克車啊，俾你影相啊，海灘啊，你可以睇認真睇下一個所謂嘅海灘防禦工事點樣防禦嘅。咁啊，而家好啲啦，冇咗地雷啦，但係 anyway 咧。我都係唔鼓勵大家去踩金門啲沙灘咁多，都危險㗎。因為點解咧？有陣時即係老鼠咬貓咪，咁巧有一粒地雷尾包，就你咁巧啊踩正，咁就無謂啦。佢又好報稱已經清曬，報稱，但係有陣時因為海岸嘅嘢會喐㗎嘛，食豆腐都會啃死啦。係啦，係啦，真係啲嘢就唔好搏。同埋金門嘅位置咁重要，過去兩位張總統係經常去金門。經國先生咧曾經咧就有個作家無名氏大佬卜少夫，佢又寫過一本書叫一篇文章叫《蔣經國浮雕》，佢又話啊經國先生嗰時八二三炮戰嗰陣時咧，佢就軍帽啊拎頂好輕騎嘅，咁佢布帽啊就咁樣揾個運輸機，就咁樣瞓喺運輸機咁樣去咁樣飛過金門去勞軍啦。位都冇得坐，嗱呢個蔣經國係平易近人，當然蔣介石就唔同啦。咁啊大佬啊，邊啲達達咁樣去出曬咧？始終佢係即係蔣公啊嘛，大佬啊，總書令啊嘛，超曬賢添啦，係咪先？咁樣好老實講，嗱，我哋跟住條片咧，就因為咧，嗱，阿峰仔，1月13日咧，嗱，依家係1月10日，再過3日咧就係蔣經國先生嘅逝世紀念，就29年啦。經國先生離開我哋29年，咁我哋第三 part 又點解提一提咧？梗係有伏線啦。咁啊，尋日我哋睇到有個人一提蔣經國咧就眼濕濕，而家我提蔣經國我都眼濕濕，唉，真係咁。我哋啊，瞭解下經國先生呢嘅一生，咁我哋就收哥剪咗條片俾大家去睇下，睇完之後你就完咗第一節去，好嘛？好，去片。之前就是我们今后的经济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的。四海哥挖掘你工，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 ，MHK 生活台。